就是带有一点点端端感，然后弹性非常好，然后这个上拉链下拉链都可以开，然后给大家近看一下，你看它的螺纹，它螺纹是这样细小螺纹的，跟一般的螺纹不太一样，然后拉链上拉链可以开，下拉链也可以开，然后非常非常的软，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非常喜欢的料子。如果你有背心，你要一路开开下来都可以，你要这样开也 OK，这样开也 OK， 反正呢这些拉链都给你自己随心所欲的做造型，想要遮肚子遮这边的完全遮了，你看为什么要做上开下开，就是让大家肚子这边很模糊，对，然后它是直纹的，其实镜头上看蛮明显的，很舒服，很有弹力，很有空间，它就是就算你手臂有肉肉，女生你穿这一件也可以。你看依依多穿，刚刚从要开一点到小开一点，到最后全拉开，通通都有。好，灰色是我觉得里面看起来最贵的颜色。来，你看它一样是线条感，非常的根根分明，非常漂亮。那我把它全拉开，就变一件小外套啦。好，所以呢，小外套里面配背心，所以我就讲依依多穿可以驾驭，大家都可以。